真假？哎呦，神射手来了！我决定直接就给他拿了。上吧，枣子哥！我们来劫还是来神射手啊？看你们吧，我都可以，其实。来劫呀，那来劫咱就得换了。嗯，我中控制。枣子哥不要了，上个厕所。来了，来了。前期感觉应该得掉点血，然后呢，先去拿个火炮去。前期最好是别赢。感觉是不是赢了呀？这。赢不了，没伤害我的阵容。完了，赢了，还不一定啊。大树不一定能打得过这皎月。漂亮，皎月，赢得漂亮。哎，这个样子就行了，我们就可以卖血了。四明咒四夜有啊，
行啊。来，俺们先拿个攻速，饮马河了。我放我出去！啊，不要这样！漂亮，饮马河了就河了吧。卡牌，火炮银马，配一个大剑。往后点，我这质量不随便赢啊，我感觉啊。或者咱要不放个劫也行。我估摸着现在换劫能行，现在把劫跟派克换上去，然后呢，把这个银马跟猴给他卖了，还能吃点利息。哎，这波玩的不好，这波没吃到利息，你知道吗？这银马他妈不放技能的。赶紧卖了吧，这还扯犊子了，这是，赶紧卖了，赶紧卖了。哎，这个样子就行了。这试试这个呢？不太行啊，这不太行事啊，这卡牌好像得要吧，卡牌这夜幽要为阴不啊，我瞅眼啊，不要啊，要积木夜幽有几个呀？死得很痛快。一二三四，这得要夜幽是不是？得要夜幽的那个什么？这是不是也打不过了？这别这样，别这样！来，大树给你上个装备来。还好，有致盲可以接受啊。你打错了吧？天选夜影吧？啊，那哥们儿打错了。没事，我们是有点无敌的。
没有金克斯的地儿啊，没地方啊，金克斯放哪呀？没地方放金克斯啊，好像。不是吧，这哥们儿也是啊，这是同行吗？这是传说中的同行吗？哎，上把就是你这个逼，你有毛病吧？你把把玩一样的。整装待发。哎，真的上把就是他，我记得清楚的，就是这个逼，上把就是他。纯是精神病。他比我糊，你这辈子也拿不着工作。你这辈子你也拿不着工作。踢了，我这自己玩的，我咋踢呀？哎呀，终于赢一把了，可不容易啊！诅咒你永远也没有劫，永远也没有攻速，永远也没有剑魔。七木千绝，这血掉的是有点多呀，我这一看呢，攻速劫，我不可能让你拿得着，你知道吧？不可能，我自己不玩了，我都不让你拿。算了，这波两个攻速，真是操了。唉，没必要，拿呀。我拿了另外一个也没人拿，他们不拿呀，关键是他们要拿还行，他们不拿呀，他们要其中拿了一个攻速，我夸我就给他拿了，我不可能让他玩，关键他们也不玩啊，你说这什么玩意儿，这是要我转厄斐琉斯啊，这是厄斐琉斯啊，厄斐琉斯，我们先拉个六啊，大树给他撇了，哇，这千九是梦回 S4 啊，这是啊 S2 S3 S2， 千九六暗影，对不起，我糊了，你随意，小老弟，忍者猩红之月，行啊。
来个小猫，猫是40，这是35。派克不拿，派克不拿呀。派克是猩红之月还是刺客的那个？不拿了。这劫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是 bug 吗？还是说他就攻速这么快呀？1.56，你好啊，爱人。要蜘蛛吗？这不要蜘蛛，剑魔、寡妇、派克或者卡白。来个魔抗，哎，再给个攻速，剑魔有了，剑魔有了，说明整装待发。哇，好多月神啊，这把。这卡牌现在没有用，先下了卡牌吧。给个水银。哇哦，哇哦，第三件装备给点啥呀？劫可以删，诅咒你永远也没有劫，永远也没有劫，永远也没有劫。哎呀，给我个天选劫吧，天选猫咪，天选狐狸，这都可以啊。天选劫好一点。第三件装备给吸血呀，上把那小子给的青雨儿，要给吸血吗？哎呀，这都没锁住血，我的发，这小子凭啥一直赢呢？这要是个夜影的就好了，要不了。你说去哪？哎呦，我有点难呐，我有点难呐。冰心儿，我觉得可以给的，给个冰心儿呗先。然后这劫，要不咱就给无尽呀，劫死了，我操！冤家路窄呀！
我决定再拿个级。我们赶紧把劫给他递到三。这不寡妇应该给个龙刀，其实没法用啊。哎呀，我好难哦。我觉得我要没了。哎呀。小法师没死，狐狸没死，不行啊，剩个积木，剩个积木，我操！派克撇了吧，不生了。最后顶一轮，俺们把劫递到三，然后把等级升上去。关键他也没有天选呢，我一个天选也没有，没有能用的天选，没有明咒，也没有夜幽夜影，也没有明咒，也没有夜影。现在的劫穴位是有点掏不动人，好像，有点掏不动人，掏人不咋掉血。哦呦，这绿纹，行，这是我们最后掉血的一轮。可算给个劫了，差一个啊，差一个三了，可以接受。给个无尽呐，你们觉得行不行？你好，爱人。算了，我就无尽可以，你就给上无尽。我那一个天选也没有啊，我操了，我这是，哎呀，头都痛啊。双冰心儿，哎，羊刀寡妇。直接给个狐狸吧，天选派克寡妇都没拿，那寡妇天选猩红之月，派克天选猩红之月，我拿了干啥呀？
你上去吧，你上去给我整个天选夜优啥的。现在我们升级肯定很危险，我们要想赢，那就只能赌一手天选之人。我觉得我们只能干一手天选之人。咱们就只能赌一手天选之人冥咒，比如给个狐狸。你也不行啊，我以为你很厉害你。谢谢一个想娶阿离。下派克上四名咒，哎，有道理啊。这扫个啥呀？扫个猩红之月。行，四个我可以啊。就少点控制呗。升级吧。只能升级了，现在不升级也不行了，没质量了，不是没质量，不用质量了，这结的攻速也不快呀，这，哦，快，哎呀，我还挺快的啊，好快，好快的刀啊，好快的手里干。春哥没了，刺客也没用啊。没用也拿，谁给变个刺客呢？刺客猫行不行？好理解不？刺客吉姆，上吧吉姆。我算一下，我得多少钱能升到八级啊？我们还得四轮才能升上去，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顶得住。完了，我这劫没了。聚聚，哎，好像死不了，十九滴血不会死。这家咋这么猛呢？这家，我天哪！月神裂。猩红之月冥咒劫 bug 直接满攻速，没有满攻速啊，上猩红啊。行，上猩红之月，
我估计也就那回事吧。上哪睡觉去？不就一个小瑞文吗？怎么要一打五吗？这是还想一打五给我套死他？你给我去死吧你！还要一打五？给你狠的！你瞅瞅，给你狠的，算一下。这轮完事儿，我们直接升八。我们直接拉吧，游戏结束，吃鸡儿了。上午八，归零。归零。吃鸡儿了，还呀？拿下。这小子到现在都没三星劫吧？我估计他没有，我看看来，是不是三星劫了？他有没有？好像有。哎呀，他好像有三星劫呀！这哎，他有三星劫，还是个杀阴刀的劫。这家伙，三夜影，我们两夜影。多少攻速？2.8。人家劫还是天选，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天选之人在场上。哎呦呦呦呦！呜，2.6。哎呦！哎呦我操！没用啊，这要不要啊？不如要一个夜影，猩红之月其实没用，没有用。秘术没用，我拿了换上去又能有什么用？我一个两费卡换个两费卡，然后得到的是一个两费卡没有羁绊的。我换场上任何一个都有用，只有换猩红之月没有用。哦，上个凯隐哈，可是没有凯隐啊。不对呀，我下我
我没用啊，我没有办法换凯隐。犹豫就会败北呀，我操。给积木吧，积木可以，积木哼，比谁狠是不是啊？你以为你杀人刀就能有多狠啊，小老弟，今天我就把你这个卡 bug 的人给你带走，卡一把还不够，还卡两把，我叫替天行道。我也卡了，那你不得分个先来后到吗？那他先卡的，我们不得治治他吗？又是你这小子，比谁切的快呗，就真是的。哎呦我的天，完了，我截死了，我操，我这劫被他劫给打死了。哎呀，没有容错率呀、啊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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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逼可别再碰着他了，让他自己玩去吧，让他自己玩去吧，把把玩这个，把把玩这个，你知道吧，上把就玩这个，这把又玩，不知道干啥呢。